哎，主日你带领我们在你殿堂聚会，我们为着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为着我们的家庭，我们为着我们的亲人献上我们的祈求，求你赐给我们有强壮的身体，美满的家庭，以及我们美好的前程，由主你来安排，你来扶持，来带领。我们也将今天所有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，也照顾我们台湾最近发生啊许多的这些悲难的事，也求你带领安慰扶持这些受难的人，也带领我们这些国家的这些官长，他们能有上帝你赐给他们的能力，带领引导我们国家走向更美好的、更宽广、更富、更幸福的道路，造成幸福的国家。我们将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好，我们在投影片上面有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北极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二十三节，唯有那愚蠢无学问的辩论，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竞争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节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，我们也一起来，预备起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啊，上面的两节经节，就是呢，那我们成功书所选择的。那今天他所要讲的题目是何处使用的器皿。好，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。